转过来，快点。转过来，他在打嗝，吃太饱。隔壁的夹子，你不要乱弄。你要吗？一个。看那个巧克力，你拿吗？好，我都要。我都要。这个也来一个。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是茶类的吧？咖啡。是吗？嗯。啊啊啊啊！你很雷耶。好。我们到那个木闸门的时候要哔哔。哦。哔哔。哦，好。走吧。多凉！哎呦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哦，它有一个小型冷气啊，这是什么？小型的。哦，太凉了！你看这个风，你看这个风，降温降温。你看一下我的头发，这个风。哦，小薄，好凉哦，小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衣架。IKEA 的吗？不是吧？这是吗？怎么乱讲？水岸的，又是水岸的。你还记得之前的水岸吗？不记得。你根本没在用。你，我还没拍完。等一下啦，我先拍我想拍的嘛。这是什么？水岸。它是防噪声，然后吹风机、毛巾，然后这边没有附盥洗用品，只有附毛巾，要自己带。没有牙刷，没有牙膏，没有牙刷，只有毛巾。哎，还有延长线呢，哇！这个不会打架。
哇！还有这叫什么 ？USB 孔吧？应该是吧。然后垃圾桶，不要乱丢垃圾。拿袜子。大概四个吧，可以吗？四个，可以吧？只能坐两个你。你在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然后还有，来，两了。哎呦！阿登嘞？你就这样略过我，是在哈喽。灯呢？它开关没有，它是声控的，你看，开，好，关。它先开，你才讲好，我叫它开哦，开，关，开，开，关。哦。开关在这里。给我。那两个都是吗？不是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这个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台灯，还有一个鳄鱼防蚊。鳄鱼是防鳄鱼的，你写。这是防蚊的吧？防鳄鱼的啦。可以睡觉了吗 ？No no。好天气，你要睡觉。可爱，西瓜，西瓜
一下。